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。美联航在发生了暴力脱壳事件后，最近再次面临公关危机。一只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兔子西蒙，最近被曝在美联航一架客机的机舱中神秘死亡，这样它的主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遭受了双重的损失。据说这只巨型兔子西蒙足有3英尺长，它在伦敦登上飞机前还非常的健康，但是当飞机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着陆后，这只珍贵的兔子却已经由于不明原因死亡了，非常诡异。西蒙是一只大陆巨兔，现在只有10个月大，它被认定将会超过它的父亲，成为新的世界最大兔子。据说这些巨型兔子每年需要5000英镑的驯养费用。网友得知此事后调侃道，这只兔子一定是被美联航选中了，被机组人员打晕过去了。下面让我来看看这条微博，生蚝被誉为海中牛奶，因其营养价值之高，味道之鲜美，口感之嫩滑，受到了食客的追捧。但是生蚝在丹麦好像并不是那么受待见，有一种叫做太平洋生蚝的物种，原本是不属于丹麦海域，现在这种新物种入侵到丹麦这片乐土之后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，对海岸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它们在丹麦没有天敌，在海岸边肆意的疯长，想下水游泳的人得穿着鞋才能跨过它们。不仅如此，原本丹麦本土的生蚝也被它们挤兑死了。丹麦的科学家和渔民已经向丹麦自然保护局投诉很多次了，但是依旧没有办法处理这些棘手的入侵者。有网友看到这条消息时表示，快把我送去丹麦吧，看得都流口水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凤点微博的全部内容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，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只要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。感谢您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